你喵啥笑啦？看看你有没有像我手机也算用蛮久的吧，我觉得啦，大概都2到3年，两年大概换一次吧，反正就是合约到期才换，就很爽啦。像我旧手机也有包膜，然后我旧手机给我妈，干她把那个膜拆下来，整只跟新的一样，她开心，她笑得像个小孩似的，她以为拿到了新手机，但其实那只是因为我把膜撕掉了啊。这样算久，2年半30个月很久吧。一只手机而已用那么久，客家人哦，人家手机厂商不用赚钱啊。你一只手机他妈拿到4、5年，人家手机厂商怎么赚钱啊？2年半换一只刚刚好吧，对不对？你合约干绑30个月，妈的不用他妈的换只手机啊！我的6年准备要换了。有时候我都想说，手机用6年的人到底是真的是很穷还是怎么样？真的有需要这么省吗？应该是不用那么省吧。手机会用那么久的，要么就是你没有在打工赚钱，摸钱。对不对？没有在上班啦，那也就算了。这手机也那么省，又不会被同学霸凌哦。我去学校看到有人妈拿了前2代、2代到3代的手机还不换，我就觉得干这人是乞丐，可怜。这个人一定是在家里他妈啃老，不去打工，整天跟妈妈要钱吃饭那种乞丐。手机也是妈妈买给他的，没有钱换是吧？手机该换就换。6S， 你这样根本体验不到人家最新科技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拿6S 最大的坏处是什么吗？就是你他妈的，你拿跟 Pen 一样大的手机，但是你屏幕却比它小，你上下两颗全部都白白的，对不对？你屏幕就比较小了，跟人家谈什么新科技？Mac， 不是手机这种东西该换就换，不要这么省。我就跟你讲，一台手机也就2万多块，你就算25000就好了，你去除以30个月，那你看你一个月到底只花了多少钱？不要这么省行不行？该换就换，最新科技就是要体验到，对不对？那你活着干嘛？你去死一死就好了，活着就体验，活着还体验不到最新科技，那你活着干嘛？呜呼 ，MM。我讲的也不是没道理吧，就像好啦，2025年之后全部都是电动车，对不对？欧洲全部都电动车，然后你还在开那个老 V 零，漏油，一直漏油的老 V 零，到那时候已经40年的老 V 零，你还在开，那你活着干嘛？开什么老 V 零啊？滚去死一死吧你！家里的车也该换了，我家换车啦，所以我家换车啦，我本来要叫他们去死一死啦，啊他们怕啊，所以他们换车啦。阿嬷是不是该换新的？如果能把阿嬷返老还童，那也不错啊。看一下阿嬷年轻到底在搞什么鬼。那你怎么不买特斯拉？为什么我要买特斯拉？你管我？你又不给我钱？你现在给我150万，我他妈去买啊！钱拿来啊！你不给我钱，买什么特斯拉？特斯拉也没有到最新科技，好不好？我家换的是最新科技吗？是啊，我家不吃汽油的啊，够新了吧？我家车不吃汽油啊，牛不牛逼？有吃水的吗？有啊，叫你阿妈在前面拉，你喂她喝水。嘿嘿嘿嘿。Sandwich. What do you mean? I don't see anything. I'm smoke. I'm in one. Yes. 多久换一次阿嬷？该换就换了，进厂维修一下。你看实验做得很好，知道未来很多机器人先把聊天室换过一次。那我也要换啦，把聊天室换机器人，至少他们不会在我工伤的时候跑掉。聊天室都给核心啦。平常就算关系有工伤，干真的工伤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跑走，操，给核心干你！哈哈哈！干你娘嘞！没有闪，有闪我就闪他，有闪我就丢他面前。
穷人推荐，穷人就是买 iPhone 啊，买 iPhone 就可以用很久。你穷人还去买那个，那你不如直接买 iPhone。真的，真正的穷人都买 iPhone 好不好？到底懂不懂？你们好像不懂手机怎么买，要不要我教你们？穷人就是买 iPhone 啊 ，iPhone 6用到现在不会坏，八年了哎、欸。但是买 iPhone 啊，买什么大陆机啊，傻屌啊！穷人就是买 iPhone 就对了，买 iPhone 的从来都不是有钱人啊，买 iPhone 的是最穷的。你们都会说我很有钱，我每天换手机，我每年都换手机，错啊，我很穷啊，穷人都拿 iPhone， 好像不懂怎么手机怎么买。谢谢酱油灯，人就去买。我刚买 ROG 3，买没几个就 ROG 5。感 ROG 手机很帅是很帅，但可是不常玩手游的人好像就很亏。不然 ROG 我觉得其实可以试试看。如果在玩手游的人，我真的觉得可以试试看。我买了一个 K95， 可以说我好棒。你买 K95 怎么不直接买 K100？ 还有光轴，对不对？你好像也不懂科技耶。有最新光轴你不用，你好像给我买 K95 的红轴还是银轴欸，你好像也是不太懂。K95 跟 K100 没有差多少钱吧，差2000多，那我觉得你不如买 K70， 那也还好，看你有没有到旁边那个狙击键，只用不到，我觉得这狙击键其实 也没有很好用，有时候要快速按 ESC 的时候会按错，反正就是要把它拔掉。五倍键要怎么用？母灾呢？给5000块实在太少，怎么不给个5万啊？给个5万我就知道要买什么了，你给个5000到底能买什么？给个5万，操，给5000怎么够我买？有刷到国旅券吗？没有吧，我没有去登记啊，懒得用，太麻烦。为什么不每个人都登记啊？干你娘、欸！是不是在图利那些有登记的人啊？操你妈的！你要发你就每个人都可以登记，都可以抽啊，干还要自己去登记杀小？是不是在图利那些有去登记的人啊？啊你说只有200万张，那你就全台湾人一起抽啊，干你啊，看谁抽到谁他妈的，对不对？运气好啊，还要登记、欸，登你老母啦！早上想吃冰群会有精神，还有其他小飞花，还有喝我们的能量。有点闹可以玩嘞、欸，太爽啦！他跳下来他妈直接狙人嘞、欸，太神了！狙鬼！CT。OK。对，你看5000。5000我是想要拿去干，我也不知道干嘛。5000到底能干嘛？5000说多不说，说少也不少，真的是不知道5000能干嘛，不上不下的嫖妓，嫖妓我又没兴趣。5000真的是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。Costco 买一买 ，Costco 也没什么好买的、啊、，Costco 都买吃的，我没有那么会吃，吃一次一样拉出来吃那么多干嘛？跟家人凑一凑可以换变频冷气，只要跟你凑吧，自己的5000他妈自己花还跟你凑。跟家人合资买家电，我是比较想要买一栋房子啊，但5000感觉买不了，怎么不发个500万啊？蔡英文干你你，发个500万要怎么买房子？推荐业务的机车吗？推荐啊，推荐啊，随便买啊，外形喜欢买的就对了，买自己外形喜欢的就好。GTA 贴一点买战斗机，战斗机贴一点买火箭，直接飞去火星了。谁家的狗他妈在吠啊？这个人好像不太懂火欸，这机器人没有智商啊！最近都在打 Apex 啊，不是啊 ，CS 这游戏台湾就没人要看，打这游戏不要说 CS 啊，打 Apex 也没人要看啊，台湾人就只看咯，每年喷什么英雄联盟死人游戏啊，不还不乖乖去看？你们这些观众哦，对那个嘴巴哦，就是剩那张嘴了。咯那么烂，别玩咯啦，死人游戏啊！世界赛，我要去看世界赛了，再见！可怜啊，像我就不看，要也是等月底，对不对 ？Major 开打的时候看 Major 比较有趣吧。我没看世界赛，只下世界赛。你说台湾运财啊？
Oh my god, box head. 怎么不开灯？要我开灯之前先去了解一下我到底有没有开灯。我有开灯，再继续吵就让你们看不到我到底有没有开灯。玻璃巴说什么？最后一局，还有鸡呀、啊！我操！远距学不到东西怎么办？还是直接休学好了？切，到底是哪来的鸡？远距应该是学不到，反正大家手边有一台电脑，谁屌他、啊？管老师讲什么，对不对？我这里有台电脑，老师的声音静音，我他妈的什么鬼灭之刃杀小的开起来看的，还跟你在那边上什么课？如果电脑，就算不用电脑，可以用我的最新 iPhone 13来滑手机啊？谁屌你老师啊？屌你老师的 ！Oh my god！这个人竟然跑回来、欸，他故意的是不是啊？他跳了整场，然后现在回来了。戴口罩怎么上体育课？那你可以跟妹子在坐在树荫下聊天啊，这个好机会啊！刚好又闻不到你的口臭，你们好像都不懂得变通哎、欸，好像我什么都懂，你们好像什么都不懂。有世界的来问我，好像我都很懂哎、欸。男校怎么办？那你也可以跟男生聊天啊，搞不好他跟阿 B 一样骚，只是你平常都没有在跟他聊天了，搞不好他也很骚啊，玩一下屁眼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吧。玩过阿 B 的屁眼了吗？还没玩过。